谭司令，请吧。左兄，这个仓库呢，是我跟费总统的朋友约瑟夫先生借的，但这里边有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就是做点小生意，但是接头人没来，你不会赖在我身上吧？<笑>谭司令，你租这个仓库是做生意还是运军火，这个我一点也不关心。但是今天如果在仓库里一旦发现了军火， 那就说明这次举报绝非空穴来风了。那你谭司令的嫌疑，那可就撇不清了。哎，这哪儿跟哪儿？周参谋，来了。即便查到了军火，就此断定是谭司令通敌，未免也有些武断了吧？对呀，有举报，有物证，这也不算冤枉谭司令吧？走吧。 长官，所有箱子里全都是碗筷。去把那管事的叫过来。是。 长官，有什么问题吗？6号仓库今天所有到的货是不是都在这里面？长官，这个是9号仓库，6号仓库在后面。这不是6号仓库吗？顶上挂着6的牌子。啊，这个不是6。嗯，肯定是那个粗心的工人刮翻了拍子。 6号仓库在哪儿？6号在那边。带我们去。好，跟我走。谭司令，别紧张，看看就知道了。请。